大家好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老子经典名句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己欲道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最高贵的品格就像水一样，水能帮助万物，却不与万物争长短，并善于适应环境，即便身处众人所不取的角落里，他的品格却是最接近道的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运用这句话的智慧，达到上善的境界。无论是处理人际关系，还是面对困难和挑战，都要以水一样的品性去适应与改变，才能在世上有所作为，